这边应该有人呢、啊。魔术师。我把你加速了。换个位置先。他隐身状态的一秒钟是无法互动的。然后这边走外面。可以在里面，他肯定要拉球在四合院这边撞你一下，四个前锋都要撞的。然后谁来就打汽油刀吧，然后没事了，魔术师不好救。别治愈了，直接走了。你往这走，你还不要出刀吗？何必呢？年轻。
要救就救嘛，对不对？他去不下去啊，小心。今天打几把刀啊？我这把稳一点吧，我直接打这个，直接打先知，救下来一瞬间把他打死。到了，他还秒救的，我一挂上人他就要撞我一下，然后怀表就生效了，然后就带走了，没治愈了。僵尸，传说二挂了，无所谓了，打那一刀就是为了防止没过半。奇怪了，这个走位这边应该是会刷一个出生点的，这人不见了，每次走那边都没耳鸣，就很奇怪。没加速了呀。这躲得可以啊，然后秒交了，人不然打中的话就好了。抽不到吗？
操，医生在那边。秒救了，应该这个是。要重新派一个人，调安师。哎，还有这种操作？怀表，没球了，那球是摆设。他刚才那，哦，医生那一波球应该用的差不多了。自己一个。
点，你有种就把电梯点了，有种。你在想什么呀？我要被吃一刀啊！天气，其实后面肯定有，我日完了。怎么搁这里也没有喷气啊？几个意思啊？被 K 局走了一半的路呢。Nice， 不愧是你，多谢机会。差一点就没了。有鸟。左还右，我选择右。僵尸来了！哎，在后面啊。我日你哥！他又开回去了，那我挂人。知道。
开回来了，可以的。徐啊，他救人，摸一下就跑，摸一下就跑，这绳子烫手啊。哎，14分，原来双排的。我右边有电机，在屋子里面啊，屋子里面不是特别好，还没封衣。那这边是往左边走，左边有人往什么屋拉了。好像是啊，他想修，然后杨花鸡有两个人，前锋和前十，撞我，哎，当我不知道吗？他在找人了，找人摸了。前锋的皮得很，到他脸拉锯的话，他肯定会撞我的。这个时候回头就行了。现在这边还有鸟，二挂了。可以让他走，挂医生。他只要敢来，我就把前锋杀了。给个香水 ，nice。当时在那边修啊，修了半天要过来，然后拼个香水 ，nice。这个人真听话。先知也来了，我
这波救人刷分啊，800，他不可能带怀表，我等个电梯我直接去了。撞，哎，撞，那你等死啊，撞。投了。他们这把队友不行啊，那个先知鸟没给上，调香师香水很容易被骗了。我就稍微晃一晃，左晃右晃，香水就交了，太丑了。配不到。这边应该还有一个。干嘛呀？哎，闪现还是好用啊，对不对？就省了大多的时间了。刷分还是你最溜啊，还被干了。第七要修完了，
应该是要踢了。空间还是别点。真好用啊，对不对？跳刀倒还行，不过也需要蓄力，掐的掐的猛，哎。我有移动速度加成啊，刀好短，算了。真没想到这还能匹配，还能排到人的，正好把推演做一做吧。前方也可以吹，我反正红蝶他开球，他开球我就好就得了，行吧，他喜欢等板子啊。喜欢等板子，那就 VIP 应该挂得到。哎，不过红蝶的这个艳离刀的话，他挂人他的视角不固定的。开枪了，不过我打到，不过打到人了，会。他挂人的，他的视角可以转向的，他不像小丑什么的，他的视角是被锁在了椅子上面。你要修不动，得修。我操！
哎呀，红蝶闪现真的好用啊！这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打排位去。这只要手感好。这边一个板子，记住了，下一次来记得要踩。OK， 做完了。哟，打不倒。板子还没踩，没时间踩。可以有机会踩了，会板踩。好，把空姐放走，把佣兵的那个佣兵法表交过来。交过来哪里算了？奇怪，这飞不过去吗？然后把这个状态消失掉，不然移动速度太慢了。两台走了。出了个球，空姐真的是运气极好。欣赏他，他有鸟。
两点啊，点了一道斩，还没修完。那空姐的球用完了，应该在等地窖了。应该还在抽宝贝。哦，看见了。哎，这就很舒服。特点也做完了，人也嗝屁了。这边直走啊，不能秒拍照的话就不要拍，会出事了。这个人应该在窗户那边。记得这边电机动过呀。这把我很亏啊，他们太极都苟起来了，都出来了。看我跑一个大半地图，一个耳鸣都没有。哎，喂，打中一刀鸟还交了。他进来了。Yeah.
挂了挂两个。挂两个好找一点。前锋应该是一刀斩，其实没鸟了。前锋来了，不是前锋，魔术师。想不到吧？送机会给我，我不介意的。还没鸟，就是那个唐僧那一波是最亏的。看他救谁？杀，对，两个人都杀死。耳鸣呢？哦，就是放弃了。最后一个，这样推了。好的，下去保个平啊。还不知道有没有下局，这一局八分钟，我的天！加速吗？没有加速，那就代表他是白白当心脏。
着急，我等隐身。有时候等隐身效果要好多了，我不着急啊，就有的时候没必要急。我是李哥，隐身被撞掉了。接得好，先知在小木屋，前锋也在附近。先知肯定没怀表了，不着急。啊，你有怀表啊？惊了！先知带怀表，调香带怀表，前锋带怀表。我的妈呀，那你们谁六鬼啊？哎，这个不然别打出去啊。那个树太厚了，穿不过去。锁定机，前锋应该没球了。
也被干了。忘记你们直接抢修啊！拉不拉不拉的，这完了。谁要跑马拉松？哎呀，踩到泥潭里面去了。OK， 这个地方是不能穿的，长记性了。这边拿了不少的鸟吧，我觉得。我都觉得他已经拿了一只鸟了，换个人。不要打你！先知好像不喜欢教鸟，那鸟。不打算给这个挑战师，已经占波人了。又不打你了，要救了，鸟没骗出来。
就知道他有第二只鸟。修了，我这边要拦截。他认为他会去救前锋，我听见惨叫了。那边走。喂，他就在旁边吗？我要把他挂了，这心智就跑了，地窖在这。必须有人跑了吧？有人修过。
累呀、啊，这不崩了吗？丢！我就知道这个耳鸣，我就知道不对劲了，赶紧丢。你慌什么？还哪边有板子？哎，这有块板子，等一会儿。我不亏啊，他们这么打，你们亏啊。一点都不亏，没在摸人。走了，给仙子过来送了。高速公路。这边是谁？僵尸，不能挑，看见谁对谁。回去了，
这鸟没给上。这边多走动啊，往这前方撞一下，你撞一下都不说笑的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平地撞平地撞，不亏。我的妈呀，抽了个球。前方到我面前了，他没治愈。白表当你撞。应该前方修的吧。你耳鸣什么鬼东西啊？干嘛？拉球，应该没了，前方没治愈了，投了。